今天是身兼数职的老鹅。我们晚上要参加他们的篝火晚会，我们摄制组和他们一起。端茶小妹。六桌子搬运工。王老想那边菜。带领柴夫。哇呀！纯菜园。好准啊！我就去每天练我自己的盘。厨娘，要尝尝吗？人行灯架。一路疯狂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向远方。从来不唱歌的人怎么唱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某明星歌手。天上有没有？气氛组。最后，加油，打工人！感谢各位追山人给我放工的机会。